我不准你想东想西，想些不开心的事。你好久都没有发作了，你现在突然又这样，我肯定是担心啊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就是我的良药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会有事呢？这该不会是什么警示吧？可能是。 警示你，改掉胡思乱想这个毛病。再这样，你会失眠的，失眠就会变丑哦。又拿我寻开心。再说了，魔君可不会嫌弃我的。夕阳正好。